但你儿子不想我们哎、欸。哦，我很忙，拜拜。不是他们下令，就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打电话，他都是最后一个打来，他要爸爸主动打给他说，为什么你还没打电话来？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我刚刚才拿到手机，我马上打。优雅，你要不要去参加爱做家务的男人？你第二次来什么感觉？来百事人秀，好好说。心情很好。哦，美人在这里。第一次来有什么感觉？我一定会再来，因为太漂亮了。因为都没带小孩。你怎么感觉像坐在家门口的感觉？好热。废话，让你热。美女头妆很。下滩啊！我的妈！啊，沙滩一片云都没有。那许茹芸知道会不会很难过？许茹芸，因为如果云知道，突然间我又看到了杨小姐，杨海兰。爱做家务的男人。想你儿子，但你儿子不想我们，大儿子。他每天接电话就是，哦，我很忙，拜拜。不是他们下命令嘛，然后呢，就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打电话，他都是最后一个打来，或者不打给我的。别的父母手机都响了，然后我的手机还没有响，难不难过？然后还要爸爸主动打给他说，为什么你还没打电话来？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我刚刚才拿到手机。我觉得他可以去住校了。伤心的老父亲。洞穴探险好玩吗？它就非常非常慢啊，它就拿这个臭脸子，为什么人那么冷那么冷，为什么要来？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开心吗？好开心！咦，又是你？又是我，你又是全世界去哪里都看到我。哎，这不是《七十浪漫旅行》第二季吗？啊，你第几季？第四吧。再接受。I just keep the rail. Jasper. Yes. How you feel? Excited. Exciting. 嗯。Oh, the dragon.我拿着呀。Yes. Yes. Oh wow. That's like a mix of Taiwan. 那个洞穴探险好玩吗？他就非常非常慢啊，他就拿这个臭脸子，
为什么来那么冷那么冷，为什么要来？那我就很开心嘛。然后哎呀，你穿袜子上上床 go to bed。 喂回家啦，回家上车，快手机放好。你的手机没带回来。我拿着呀。有什么话说吗？喂，好低啦。电脑，瑞士最长的滑梯叫杜布冈 MV 意大利山吧。嗨，橘子的浪漫旅行第200季。因为这些地方我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一季都来过。录节目的时候觉得哎，好累，怎么还不收工啊？然后原来自己花钱带小孩带老公来才觉得真美。哎，我很惭愧，那些外国人都自己带着小孩就到处飞，然后我就才没有带吼吼。那原因是因为吼吼现在年纪跟家属差太多了，活动都不能一起。Yes。 现在要告诉大家，就算旅行，洋家妇女也要去洗衣服。来，贵不贵？太贵就别洗了。洗衣服，洗衣服，酒店的浴缸洗衣服。我非常后悔没有买一个那个干衣神器。我带了一个洗衣神器，没有干衣神器。为什么戴绿帽啊？你想他吗？Bye. Love you. 你有没有想daddy？ Yes. 想我们吗？想。最想谁？最想妈咪。最想。没有参加篮球赛。没参加到比赛，现在去练球哦。冰山为力量，对不对？敢拉黑你妈！忧郁，为什么daddy没来？因为daddy不喜欢被别人认出来，他会。你想他吗？公公在，公公陪你玩，他在，他陪你玩三分钟，两分钟，两分钟。太远了，这个。我们不会打吧？要讲这种笑死你。一、二、三，再来。我上的时候你把我踢得好远。来，我记得王志平在拖大。爱上你，爱上你，
拍照喽！来了，对，搞一个自制帅的自制啊，来喽！哎呀！找你拜拜 ，Love you。你有没有想 Daddy？ 这是什么 ？Yes，Yes。想我们吗？想。最想谁？最想妈咪。我想。第二想谁？第二想我。第二想我吧。每一个都想。每一个都想。是我呀。十一岁不会绑膝盖。OK， 下面打个圈，绑起来，下面拉上来。我的妈妈很凶，爸爸不凶，但我妈妈很凶耶。是粽子，那个是什么？枣木是什么字？好丢脸！有开心的傻子。要这样子，没关系，因为上班还是比 happy。开心吗？耶！最近有喜欢的女生吗？所以你喜欢的定义是什么？他觉得我烦，我觉得他烦 ，and I hate her and she hate me。哦，那可能就是婚姻。耶、yeah ！太巧了。我的妈妈很凶，爸爸不凶，但我妈妈很凶耶。那你喜欢谁？我更喜欢我的弟弟，但我弟弟在上海。选一个人全剧戏，今天你要选谁？好。澳门是哪一年回归中国的？1997啊？答对了耶！对，你放在我手吧。我是天才。除了。中国的那个农历新年 Chinese New Year， 你还知道什么节？中秋节。Yeah。那个我们爸爸就中秋节了吗？登冬了。没有是中秋节了。还是中秋？是粽子，那个是什么？枣木是什么节？好丢脸！清明节是哪里人啊？中国人。哪里？中国哪里？香港。手机不是。惠州，你要讲一下惠州怎样？哪里？惠州在广东。讲了。碰到就行，碰到。我喜欢粽子，不是让你看的。耶、yeah! ！耶！我身体也趴下去。你要学吗？你又不好好教，你教一分钟你就走了。吵架还蛮好看的。十一岁不会绑膝盖。OK， 下面打个圈，绑起来。嗯。接力打个圈。嗯。下面拉上来。Oh my god. Oh, that's magic. That's cool. Wow. 你好呀，大家，我的好朋友们。我现在是不是很想
是不是长大了？是中文是不是很好？街头偶遇陈小春，什么什么？你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接小孩。接哪个小孩？关你什么事？前几天看到报道，好像你接家属放学。应该的吧？那你现在是接大的还是接小的？今天先接小，再接大。你没事干啊？你失业了？本来就没工作了。哦，好可怜啊！废人吗？终于离废人不远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希望再见到你，拜拜。我们在Central Bay。Central Bay。耶！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你好呀，大家，我的好朋友们。我现在是不是很长？是不是长大了？可是中文是不是很好？我已经找到我最佳的旅游伙伴了，就是噔噔噔噔，因为他第一不黑脸，你有没有在对准我啊？对对好，第一他不黑脸，脾气好，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。第二。会拍照，哇，这个好看的。他能实现小小愿望，有神奇魔法。第三呢，就是他够强壮，帮我搬行李，因为我的腰不好。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他，所以现在噔噔噔噔，掌声鼓励。哦，还有一个忘了讲，第四了，是什么？搭子太慢了。太慢。太晚起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都快逛完了，那你才会起床。我看看，你要哪一个？Yeah, straight A student, but I'm friends with the cool kids. Following the rules and the rubric. Freestyle on the bus and it's too lit.